今天呢，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超级好吃、超级下饭的干煸豆角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把豆角改刀切成咕噜，起锅烧油，放入豆角，咱们中火呀慢炸，炸熟炸透以后啊，咱们捞出控油，另起锅烧油，放入花椒、麻椒、干辣椒，一勺郫县豆瓣酱，葱姜蒜，咱把料头啊炒出香味儿，下入咱们炸好的豆角，大火啊翻炒一下，下入咸盐、鸡精、白糖，大火继续翻炒，咱们就可以开吃了。小伙伴们抓紧做起来。